这一次你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已经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了 OK， 我们明天就要交首饰了，然后刚才也是有人来看屋子了啦，然后已经决定要租了，之前也不是我们屋子，其实我们是退租吧，但是要讲退租啊，其实有一点认真把它看成像自己的屋子这样，多希望极有能力哦，就直接这间是我们屋子，因为其实这间是一个幸运屋来的，为什么呢？对我们来讲，跟我们在那里也拍了几百支影片，也有很多部是过百万的，然后就是可以说是这间屋子我们一住进来过后就让我们蛮幸运的，然后 YouTube 也有起步啦，我们自己也有努力，可是努力哦掺幸运才会有这个成绩，所以我们这里都是我们点点滴滴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吉祥物啦，希望这间屋子刚住进来的主人也是很好啦。OK， 我们过后讲我们一些我们接下来目标啦，我希望过后我们搬进去新家会更好啦，不好耶，你在搬家OK， 我们现在的新家啦，至少是比这里的灯光还要好，因为我们讲求的就是拍摄要好，因为我们这里的灯光我们不舍得丢钱去做，然后打灯又怪怪，前提是因为这间家真的不是我们真的不敢乱动太多东西，对，因为装修太花钱了，所以我们不可能这样子来做，所以我就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别的作品，可能也是进入人生第二阶段了啊，我们可能接下来要组织家庭，然后生 baby 啊什么啊，可能就有不同的 content，来，你有什么话想说？想说就是这间家真的太多点点滴滴了，自从搬进来就是跟大婶他们一起进来的时候开始，慢慢我们在这边越来越多朋友来这边跟我们过了无数个生日啊新年啊，也经历过 MCO， 就是 MCO 是我们也中 COVID 也是在这间家度过的，然后在这间家开始养我们的第一只猫，有一个遗憾就是不能带彩彩过去了，有没有带他回过去啊？话不多说，我们不要这样子伤感了。OK， 我们今天等下啦，到这大合聚，就是我们庆祝一餐啊，去吃一个好料。对，大集合，可是会掺一个大婶那东西，等下再介绍给你们认识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个饭，希望未来更好。OK， 然后我们现在就转去那个吃饭的画面吧。OK， 然后就希望这间屋子也是顺顺利利卖出去啊，因为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其实关我们没有什么事啊，因为这间屋子也不是我们的。哟 ，OK， 我们来到吃完他的地方啊，然后今天是他们来参加，耶耶耶，哈哈哈哈哈，大嫂，还有罗宾林，好了，跟我们来去啊，我们吃，来，OK， 这样，对，这个 ，OK， 还差阿臭还没有到，然后我们就进去。是啊，这间我是没有吃过。今天这餐是我 set 的一个幸运之餐，因为我要吃啊，过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幸运。哇！因为这个是我搬进新家的一个。你刚才不是在讲了一两个给家人，还有？对啊，主要是家人跟中国茶的。顺便啊，顺便。对，母亲祝他们生日。OK， 我们继续讲，有点吵，有点吵。OK， let's go。做这动作呢？因为吃一口真的是把这不会掉，我不信啊！那吃一口把这不会。OK，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是绵羊猪，所以这个是绵羊还是猪来哦？应该是绵羊啊。不是，他讲的是猪来呀，猪肉。对，就放在这边照片。放在这边给他们看。超级嫩，那个油会化掉的，不错。
OK， 又到我们的 ending 了。OK， 这就是我们即将过后，基本上应该是接近一辈子的背景。哇，一辈子！希望哦，有新的环境，大家有新的不一样的体验啊，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我在那边也是看闲聊嘛，那边做来做去都是大概是一样的东西。希望在那里哦。有新的不同的地方给我捉弄啊，可以发挥。我们来这里就有新的 content 了，就是现在马上要进入我们新的 content。没有啦，我这么讲哦，就是这一点讲很有家的感觉。对，但是啊，那个时候就那种回去的时候，就是我一走进去，我觉得那个才是家，真的是。对，就也是我们的店员，就是有那个家，啊，那是老家感觉，就是这样子在这里就要磨练那种感情啊，再重新就是洗到完，重新新的来。啊，又之前的 video 重新洗了，洗啊！在那里讲，就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啦，大家观众你们也是越来越好，已经长大了，他们对也是长大了，看我们已经看都已经出来社会了，然后有些这种了。啊，那我整天讲我们九岁小孩子的粉丝。还记得之前哦，超过两年前我有拍过一个两年后的愿望，然后看大家实现了多少嘛，就是今年年尾了。今年尾就是两年了，我们就要去回顾我们这些愿望实现。没有结果，我们讲什么？我们讲的东西你们实现超多了，现在。OK， 我有一个实现不了，那个彩不要讲啊，就是我讲完看起来身材。哇、啊！结果应该是没有我们身材。话不多说，我们要讲的大概都已经讲完了。其实这个是一个短影片来 ，OK， 就希望你们期待。别不要讲了，希望你们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影片哈，接下来的生活 ，OK。把你们放在自己家的灯很亮，就是跟我们前途一样亮。哎，跟大家前途一样亮。希望我们未来也可以这样亮啊！好，我话不多说，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I follow you。I never could. So it was extremely close. Once I turned my head away from you and the treasures that we held so.Trains to come to take me far away, wishing you well. Oh, farewell. This time I am still in your bed. It's taken all of my fears away.Down the line.